马具娃这次来山东菏泽很幸福的，每天都可以吃一个我最爱的豆沙包子，然后呢是两个疼我的姐姐们，然后他今天啊，因为我就是要回菏泽的最后一天了，那姐姐说要把她的手艺交给我，然后这是我的大姐姐，她每天都会担心我早上没有吃，都会特别留菜给我，谢谢。谢谢，还有现在正在忙一大早先赶过来帮我们擀面的妈妈姐姐，对，好，她都很疼我。然后现在啊，就是姐姐要教我们，就我最爱吃，然后他们都会帮我偷留的一个像小荷包的豆沙包子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的馅呢，这个就是红豆馅，这个很特别。他们这个红豆馅呢是没有，就是去掉红豆皮然后的豆馅，所以它非常的细致，这也是妈妈特别买给我要让我带回台湾做给弟弟妹妹们吃的，就是这种馅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要请问我们的厨师姐姐了，这怎么做呢？称不上厨师，是可以教我吗？因为山东最有名的就是包子跟馒头，然后这个面粉呢，这面粉是中筋面粉还是低筋面粉？高筋面粉。高筋面粉哦，高筋面粉。高筋面粉不是那个低筋面粉都可以做，这个都可以的、哦、高筋或者是中筋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那姐姐现在教我们用馅的部分，就是刚刚的红豆沙馅啊，就把它擀成一长条。那姐姐要做的工具就是有那个蒸笼嘛，对，然后一个锅，然后还要有一个那个先煮一个热水，因为等下烫个面，对，抹面头，不是这个水热了开了以后把这个放上去快嘛。哦，是这样子，这是要拿来蒸的。对，嗯，哎，那姐姐这个是怎么做呢？这个就是当初是怎么做？当初你看，你刚才没看见？对，你偷跑，用这一个面。这个是怎么发？多少的面粉，多少的水？这个，嗯，就去和咱比整馒头的面要好香哦。你摸一下，你用手，哦，好嫩，好像耳朵的那个软度。然后，所以说您是用面粉加水咯，温水还是冷水？温水、然后那个就是面粉，然后挖一个洞。对，这个面要当酵母，当酵母。哦，还要一个酵母粉。对，要这个。哦，还要一个酵母粉。所以就是多少酵母粉，多少面粉呢？对。这个嘛，对，你就是看着适当的蘸的和多少面，这个你就面多了就多放一点，面少了就少放一点。那酵母粉要放多少呢？酵母粉一小匙还是？你要是说看你和的面多少了，你要是和有那么大一块面嘛，就蘸了有一小条跟那个一小勺的，一小个小匙子。对对，就像这样一小球。就跟这样吧。像这样子。好。要是再和的面多了吧，你就多放点。再和的面多了。和的多就是一个大汤匙，对，好。然后那面粉的量呢，就大一袋面粉。对，你看你需用多少面，你就和多少。好，把这个面。然后这样要醒多久？这样吧，你就是要面要发了，看发到这个。哦，你看吧。哦，我们看到了，这是冷水吗？还是热水？热水。好香哦。看这样，这么 Q。对，像这样这么 Q， 对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所以这姐姐发多久了？这个？这个有一个小时的，半个一个小时了吧？你就吃饭的那个时间。就是吃饭的，就大概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半，大概一个小时半。哦，一个小时就可以。那个你看，一个小时呢吧，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吧。那还蛮快的，或者40分钟一个小时。所以我的水是用温水去和面粉，温水和面粉就是发的快嘛。然后旁边再用一个温水，用热水隔水加热。对，
然后就发酵的快，就是用那个温水发这样加热发酵的快，你不用温水搁那个它也发，就是慢，那个要慢一点。嗯嗯，那姐姐要快点，让你看见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啦，谢谢谢谢。那姐姐，那如果一袋面粉，然后一小匙的那个发酵母，那还要多少的水呢？水这个没有一定了，你就看着都或者适当的就是跟那个面要弄软就行了。嗯嗯，而且啊，姐姐他们很特别，他们的那个面团啊是摸起来很软，但是它不粘手，不粘手，它不粘手，就是这个面对 它完全不粘手，对，它这也不粘手，你看，嗯它是不粘的。好，然后捏成长条形之后，用滚刀的切法切成一块一块的，对 对，然后再把它捏成、捏成中间后，然后两边猫下去的一个像小甜不辣，对，嗯，就是这样摁一下也行，要不就用这个干一下也行，就用这个干啊。不会不会，姐姐那样，你那吃你做起来的那刚好。那你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好像做饺子了。就这样，哈哈，你不那样也行。好，这样学了哦，因为姐姐做的包子是属于荷花的，是像小钱包，挺好学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就像一个小钱包，零钱包，就这样摁一下就行。嗯，摁一下，然后一球，对，就这样。嗯，这个挺好学的。然后捏花，对，挺好学的这个。哇，挺省事的。酷，超漂亮的，请人家吃都超漂亮的。你回家带回去那个红豆馅做给你朋友吃。好。先做个弟弟妹妹们吃，因为我弟弟要去江苏了。是吗？对呀、所以我赶着回去陪他。哦，去江苏、嗯，他们公司派他出公差。哦啊，超漂亮的，超漂亮的。弟弟是在什么公司上班？我等一下再跟您说，因为正在录影当中，秘密。好可爱，好，我们就先录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在蒸的时候我再合成给大家看。好好，就先这样子。好，现在啊，姐姐已经做好了那个豆沙包子的那个出模了，现在准备要蒸哦，记得蒸的时候要分开一点点，下面是要抹油是吗？对，你要不抹油它粘。好，先记得下面要抹一点油，然后分开一点，因为它会变成小胖胖。哇，要分的挺开的耶。对，记得对折，然后再抓荷花边，然后再抓一个袋口。对，就这样分得开开的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那等一下水滚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打开架在上面蒸。对，蒸个12分钟就可以了。蒸个12分钟，就是好，12分钟，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。10到15分钟，然后那时候不能掀盖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保持下盖子是盖住的。对，好，怎么把这个装上啊？好，谢谢。你吃完饭，你到几点才能回来？姐姐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怕我忘了你？你要跟我讲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马喜。马喜是哪一个喜？喜欢的喜。马喜啊、哦，好好听哦。燕子的燕。喜欢的喜，马喜燕儿。马喜燕子的燕。你叫着。喜燕嘛。啊、哦，喜燕。喜燕，哇，喜欢。然后一春燕来了。没叫着是吧？春燕来了。哦，哎，我在录影啊，全世界都知道你的身份证啊。然后他有漂亮的两个女儿，大家如果喜欢的，身份证啊，好，真的真的，身份证，真的真的，我们要把那个年龄遮起来，不要不要不要遮起来，喜宴，然后姐姐呢？姐姐呢？来，我背背穿穿穿，不好看。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那姐姐说啊，刚刚我偷偷摸摸走出去，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偷偷摸走出去，你不是要学？
我老喝着我快点啦，你不是要学我来我来我做给你看，你帮我拿着对着我来，我是这样，我拿着我的。